欢迎大家也来到我们的这个小山洞里面。那之前我们讲到有这个相机，有灯光，有这个麦克风，这三样东西有都齐了以后，很多人就会觉得啊，我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于是呢，很多就会开始想，我要不要买个稳定器啦？好，要不要买一个航拍机啦？要不要买一个滑轨啦？还是要买一些什么奇奇怪怪的其他的东西啦？嗯，我觉得呢，如果你是刚开始的话呢，这一切都不需要，你先把掌握好你要讲的东西。第一期我就有说到，你必须要先 identify， 你先把你自己想要说的故事你想要讲的一套东西先整理出来。有了那一套东西以后，你再继续去讲会比较容易就好像我刚刚开了一个新的 vlog 那个是很多错误示范在里面，但也有很多更希望的是能够通过那一个 vlog 能够有一些比较实际的去解释到底这个 vlog 内容是要如何串插的之类的。比如说你想做这个郊外的去爬山的登山的，那这个时候你可能就需要买一个差不多的那种可以跟拍的航拍器但你多了那个东西呢，我可以担保你就又多了很多东西来带，充电器啦，因为一个航拍器一般上能够拍到20分钟左右，因为它要飞回去要飞回来所以它的电并没有你想象那么多。然后第二是当你以为它很智能的时候它就很白痴，当你以为它飞机很高的时候它就掉下来，总之就各种稀奇古怪的事情都会发生。那我买了航拍器大概只拍了5-6次吧，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我居高，我看到那个画面好像很高，我就赶快要飞机下来，所以我有点怕但这个是我的生理和心理缺陷那你可能没有这个问题。我一个朋友叫长河老师呢，是最近在中国呢就一直在推这个 vlog 的东西他就也推得挺猛的他你看看他拍了这段小视频10秒钟不到就是一个飞机跟着他飞还有另外一个还有这个你看他跑步走的那种，所以他的整个效果呢就有慢动作有什么，就整个感觉好像很漂亮的感觉所以航拍器有这些好处，但是你必须要练很久才能拍成这样很大部分时间人家用大部分大用航拍器都是拍风景的，就飞上去然后哇好漂亮啊，壮丽山河啊什么的。但是如果你是说你要讲 vlog， 你要相机在你的前面一面向前走，相机一直跟着你在后面追拍，这个就需要技巧了。那还有另外一种做法呢，就是在摇晃中寻找稳定比如说我之前你看我的有一些其他的视频，我是在这个电动小绵羊上前进的，所以那个情况下呢我就不断的颠簸，但是我的手是稳定的，所以整个东西是看起来是很稳定的。那我是没有拿稳定器的，那如果我用稳定器来拍的话会怎么样呢？效果可能会好很多。那我就可以把那个稳定器架在我的车上，然后我开车我就看着稳定器讲话就好了。但同样也是问题，稳定器的电池也是只有20分钟。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你想我就一直骑着绕着我的校园都10-20圈，把要讲的东西重复讲5-7遍，其实我很多 NG 的，一堆 NG。那在这些 NG cut 里面再找一些好的 cut， 然后把它切成一条段一小段。尤其是我有个坏习惯，我很喜欢我一我就要把它切掉。我的时候其实因为我的怎么讲，我很多时候我的思考想太远，然后我讲话讲不完，然后到我想讲的时候我又想不回来，这是不是很尴尬？是有点尴尬。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呢最好你能够打个副稿，你就知道自己想讲什么，然后把那个东西讲出来。我在前一阵子呢，我去有习惯我会做一个 PPT， 我会看着 PPT 讲如果你喜欢写这个笔记，那也可以用笔记，但PPT 比较简单因为我习惯看 PPT。
所以这个有了这几块以后啊，那我们才来说，接下去的 vlog 是要拍什么？好，那所以我们第一集我们讲相机哦，我不晓得你买了什么相机，你可以留言哦，让我知道你买了什么相机，或者是你现在正在用什么相机，如果你用手机拍的也 OK， 我现在在用着这一台是一个手机，我是用手机拍的，那你会发现到我的光有时候，比如说这些光影黑的这些地方，它看起来有点粗糙，那是因为我这里比较暗哦，那个手机呢，其实最开心呢就是能够。在这个很比较亮的一个情况下拍摄，那我的房间里面呢，我已经打了灯啊，这里前面这里有个60瓦的光，加上2层柔光罩啊，我的后面呢就加了一个桌灯，这个桌灯的目的呢是要给我的这个画面呢，我的后面呢有一个看到吗，自带光环哈，有一个头顶光的感觉，然后我的前面这里呢我就开着电脑啊，所以电脑会补一些光。所以让我的整个画面，我的这一边呢是有一些轮廓的，这个就让整个画面看起来会比较好看，但如果我长得很帅的话，那这个东西就更好了啊，可惜啊，那总是要有点缺陷的嘛哈。那所以有了这几块以后，那接下来我不晓得你是用什么麦克风的，那可以用一只这个样子的麦，啊，这只麦放在这里。难看，真的超难看，然后摆在这个地方也 OK， 其实 OK， 因为看不出来。但有些人就找一些长得很好看的麦，他就觉得好像个不明飞行物体一样的东西在这里。所以这些有功能性的摆设哦是有用的。所以说了这么多，我们下个星期呢就会跟大家谈谈用什么软件来剪片。那下个因为是教软件，所以我就不会放在这一个eMuse 的这个 channel， 我会把它放在狠角色的 channel 里面，因为那个 channel 比较多这种教学，这种高深莫测也不是吧，就是比较专业的那些剪片啊，修声音啊之类的那些东西，我就会放在那个 channel， 所以请记得订阅狠角色这个 channel， 然后。到时候那边下个星期那边出的时候就可以我就可以在那里跟大家介绍这个用什么软件来剪片，如果你想预热的话呢，或者是你已经有了一些自己在拍的一些 vlog， 然后你本身也正在用着一些软件来剪片的话，不妨也留言。我知道很多人尤其在亚洲都是用 Adobe 的这个Premiere 来剪，那Adobe Premiere 在亚洲是免费的，大家都知道啊，盗版太厉害了。但有一些真的免费的软件，其实我觉得你们也可以思考去，是不是看看有没有真的免费的软件可以用这样子。我今天就说到这里为止，然后下个星期见。